直播版8月4日讯，米兰体育报、罗马体育报、都灵体育报是意大利的三大体育报。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他们各自的头版头条都带来了哪些内容。米兰体育报，一，时刻里尼亚尔的怒吼，国米很强，尤文当心，我们不怕你们。蓝黑后卫接受了本报的专访， C 罗，他速度比我快，不过我们要在欧冠中前进，我从没想过离开国米。在意大利，我不会穿其他球队球衣。莫德里奇和皇马的君子协定让国米有了希望。二，兴奋的小烟枪，红黑球迷在米兰大教堂前庆祝。伊瓜因，我有一个使命，就是带领你们重回巅峰。卡尔达拉，我要在这里创造历史。罗马体育报，一，小烟枪拿9号球衣亮相。在皮波因扎吉之后，米兰相继引进过十几名中锋，只有伊布表现最好。现在小烟枪要打破魔咒，离开都灵比离开那不勒斯的创伤要小。二，博努奇现在开始改口，每段旅程终有归途。他还感谢了米兰，我永远不会忘记，感谢在上个赛季有幸获得的所有支持。三，国米有一张意外之牌，莫德里奇很遥远，奥西里奥有了新思路，克罗地亚人可能会跟老佛爷会面。周一比达尔亮相巴萨。都灵体育报，一，博格巴为尤文庆祝，法国人跟穆帅之间再次出现分歧，教练想让博格巴提前回队，球员则以开 party 作为回应。皮亚查将租借加盟佛罗伦萨。二，法尔科去塞维利亚，扎扎有望去都灵搭档贝洛蒂。三，米兰没有停下脚步，下一个目标是科瓦西奇。四，国米要给莫德里奇高昂年薪。